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una。今天给大家测试的是11寸双轴双曲并联控制器套件，现在开始。这个是碟刹片、碟刹器、螺丝。这个对孔安装就可以了。这个一般测试的话，固定3个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有个帮手会比较好，因为一个人的话，固定的话不是特别好固定。好啦，浩大的工程马上要结束啦，这个已经安装完毕了，马上。
了手洗仪表，从而辨人客观键，同时按上下键。P 零为电压保护设置，48伏的电极调成41，按电源键调至 P 一，电极直径51寸电极，该电机为15对齐。同时按上下键，回到速度显示界面，连接自学习键，电机可以自行转动。用下把进行刹车，下面测试倒车功能。按倒车键，电机开始倒转。